个挖空心思经商，一个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。嘿吼嘿哈，功夫练得响当当。嘿吼嘿哈，牛皮吹得会发光。嘿吼嘿哈，我们最爱疯狂幻想。嘿吼嘿哈，我有机场吹喂乒乒乓乓，是一路骄阳，我们飘盘都失去方向，朝阳系列水气水都大生长。你们不就是想复兴你们的家族吗？我有办法。七色海莲散发出的异国因子能净化你们的心灵。祈求七色彩莲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。不要，我不要变成果冻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父亲，快醒醒啊！哇！奇迹！这是生命的奇迹呀！好厉害耶！这难道就是七色彩莲的力量吗？太好了，有了异果因子，水果世界就能和平，不用再战火连连了。哦耶！以后就让我们一起治理花果山，造福水果世界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既然水果世界已经和平统一，那么我有一个梦想要实现。哦，什么梦想啊？我要下海经商，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商人。我要创立雷曼和福特，造福水果世界。丞相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雷曼和福特，不要啊！你会破产的。我还没做生意，你就咒我破产？就是啊。我也有一个梦想。那就是到天山创立天山派，传授水果村民武功，强身健体，做个健康的好果果。好耶！果老，我也支持你。果老崔雪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梦想？当然有了。难道你也想创业，成为有钱人？
不，当然不是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回到未来的世界，我想我的兄弟姐妹了。菠萝春雪，你就非走不可吗？留在这里不好吗？菠萝春雪，如果你留下来，我就把我的苹果生意都交给你。真的吗？你的生意可是市值几百亿两啊。怎么样，你肯留下来吗？当然不肯了。为什么呀？生意诚可贵，苹果价更高，若为朋友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朋友？没错，那天我借助七色彩莲的力量从未来穿越到这里，而我的兄弟姐妹们却在原来的世界和龟台宫战斗，生死未卜。资量是敌国，怎么可能战胜得了人类呢？千万不能让龟太公得逞。我得回去帮他们。可是菠萝春雪，兄弟们，菠萝头，李化石，我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你走吧。小诗诗，我要不要这么感人呢？轮到我了。其实我也有个梦想啊。喂，容嬷嬷，谁会对你的梦想感兴趣啊？你一个跑龙套的，不要随便破坏气氛好不好啊？菠萝春雪，你会感兴趣的。这个莲花的力量这么伟大，不知道砍断它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容嬷嬷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没发神经啊，这就是我的梦想啊。不会吧，难道是这是菠萝春雪，别来无恙啊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人？没错，我的确就是个人。就是我。是你，龟太公。没错，就是我，忍者龟太公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又是你？菠萝春雪，他究竟是什么怪物啊？他就是那个把水果村民卖给游戏公司的大恶魔龟太公。
什么？乌龟公？哎呀！菠萝吹雪，看来你在这儿混得不错嘛。龟太公，你明明被困在了时空隧道里，怎么可能跑出来了？那就得感谢你们了。啊，我们？是七色彩莲激活了时空虫洞。什么？你们水果世界命中注定是要毁在我的手里了。国宝特工听令，是干掉这个乌龟公。是蜜桃战宝、葡萄战宝、菠萝战宝、小火战宝、集结战宝、草莓战宝、香橙战宝。哎，归位！挡车，不自量力，看来你们都不怕死啊！哼，临阵脱逃，置水果世界的安危不顾，比死更可怕。我们是花果山的守护者，要碰七色彩莲，得问问我们。说得好，我们国宝老特工也不能输给你们这些年轻人。哼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上！七星剑，
我们老一辈也要有老一辈的风范，大家顶着！我们顶！我看你们怎么顶！迎风一刀斩！花果山的守护者是绝对不会退缩的。大家坚持住，多坚持一分钟，就多一份赢的希望。赢？怎么赢啊？这样赢。什么？七彩元气斩？没错，这就是上一步打败你的元气，七彩元气。鬼太公，你这次完蛋了。什么？乌龟公，你逃得了初一，逃不了高三。七彩元气斩，龟太公，看招！哎呀！哎！哦耶！我们赢了！谁说水果是不可能战胜人类的？哦耶！我们赢啦！哦耶！哦耶！赢了！这些水果从绝望中看到希望，再从希望中坠入绝望的表情，实在是太好玩了。哇，这个龟太公简直比容嬷嬷还要变态啊。可是你中了七彩元气斩是不可能没事的。别搞错了，我是人类，你们是水果，你们再厉害的招式对我也是没用的。不是吧。好了，玩够了。嘿。
尽深渊中的战魂啊，赋予我再一次燃烧的权利。迎风一刀斩，居然这么强！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就是你们水果世界的末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团结一致，誓死保卫花果山！父亲大人！别了，水果家族。